拥有天然景观的莱安乡五街部落，过去一直都是中部地区热门景点。然而，受到全国观光产业萧条，在地族人决定要发展自己的路，将天然景观串起来，如一线天、木木纳尔瀑布、钟乳石，也包括宰客送餐服务，希望透过族人再次带动部落产业。司机还有风味餐，还有导览人员，都是用当地的人来去做。那就是要让部落的经济能够再发展起来。五界部落呢，整个这样子形成呢，对我们在整个这个乡道呢，或者这个我们整个我们部落仁爱乡的一些文化，再包括观光所以说带动我们当地的一些就业的机会。五界部落过去在观光兴盛期确实带来人潮，如今族人也开始省思，若再次创造观光产业，收费回馈机制绝不能忽略。很多的车子没哈脏掉，干嘛制造我们的空气污染啦、垃圾啦，可是我们部落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所以希望将来是说一部车子现在哪怕是几十块而已，30块、50块都可以啊，可是。你那总是对部落有一个基金的话，以后部落对动什么都有，还在这嘴功。这个行程已确定在10月4号推出，五界部落族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体验原乡部落之美。原视新闻马杜克兰曼南投仁爱采访报道。